相隔八年，郭富城终于再次回到红馆这个舞台举行演唱会。开 show 前，成成都有同来自美国的排舞老师，还有 Sunny Wong 同一班 dancer， 以及经理人小美、主办单位代表陈淑芬、郑丹穗等等出席拜神仪式，还齐齐影大合照，吸引大批 fans 围观啊！最特別的地方是因為請了我自己一直都很欣賞的 Kenza， 他們這個團隊其實基本上是我一直都有留意他們的 performance， 他們的表演。還有阿叔，因為阿叔在他自己本身這麼忙的時間裡面，我看到他是跟我們一樣半夜捱更底夜跟我們去做我們的整個舞台後面我們的設計、我們的衣服、我們的造型。每一次阿叔跟我打造的造型都令到我在舞台上面有去展現了另外一面。一开场，成成的金色曲发造型已经相当抢镜，不知道大家又觉得好不好看呢？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万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伴在了真心，跳到节奏快奔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除了舞蹈，今次成成在发型上花尽心思，相信每一个造型都令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若热爱周到，神韵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重制气氛，洗耳恭听。看国王沉睡更着急，会拍子但是好气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当舞，极美名何解兴奋，城台上根本没半点玩乐，但爱在心。成成呢晚仲献唱为 fans 创作嘅歌，佢更将书法融入呢个环节，感谢大家一直嘅支持。每一个字画嗰个名词系代表咗一年里边嘅三十张，代表咗三十年。我觉得里边系俾自己欣赏，亦都系我希望可以将我写落嚟嘅嘢留翻。當我老了或者怎樣，再不在舞台沒辦法再表演的時候，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最美好的回憶。很衷心地多謝每一位觀眾，多謝你們。月同我在天邊海角看星光，月同窗直到地老天荒，就算天變地變，翻起風雪霜，回望昨日每天第一晚演出，除了太太方媛带埋两个女女嚟捧场之外，仲有张智霖、袁咏仪、温碧霞一家三口、蔡一智同太太、马俊伟等等。